真没想到，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。在我眼里，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嫌疑。可能是你太紧张了吧？就连静明都出卖我，云磊，我现在只能相信你了。 其他人，我真的分不清楚了。少主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吗？石前辈，您误会了，我刚才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。少主啊，想我石家三代人忠心耿耿守护着藏宝图，到了我石英这里。 我追随少主更是倾其所有，视死如归。我没想到少主不相信我，真是让人心寒呐！石前辈，我真的没有不信任你啊！少主不必再说了，我不是怪罪你，只是近来出的事情太多了，你有所怀疑也是在所难免。既然少主不信任石英了，那我离开便是。 唯有如此，才能摆脱干系。石前辈，都怪晚辈一时糊涂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少主不必再劝了，那我就带着女儿住在附近，这样依然可以保护少主。告辞。石前辈。